的人们养鸡的鸡舍，知道吗？它以前是鸡，不是跟我们鸡舍一样？鸡还是这样的鸡，还是鸡的模样。我看这个女的在织布，这是织布机。看下面的这边，现在都是机器了。现在小宝宝是没人带着看看你的。看这个，棉花。
这个城市城市网里有点不好。我走那个我进了里。嗯，山水。什么？哥，我刚才隔了一声，我吃饱了。我吃的这个。嗯。那下边小门呢？这儿的门啊。
这个不要拿手机，这两个够用吗？出上了，嗯。漂亮吧，这个东西漂亮吧。
这是王浦江呀，王浦江你看旁边的人对不对？王浦江吗？对不对呀？南京的人，王浦江的大船小船。那个谁来说这是王浦江？王浦江呀，我们是王浦江，是我们的母亲河。Thank you.
就到。Thank you.
搁的呀？可以，都是放给孩子用，可以。他磨平之后还不够一点吗？好。走呀，来呀，他们来了。这是以前的上海，你能想象吗？一条往那个里面走。哎哎哎！Thank you.
刚才是你的不来？